哎，主席，我们请卫福部许次长跟经济部副局长。好，我们请许次长跟经济部吕副局长。委员好。好，来，次长好哦。好，来，先问一下哦，今天在报告，其实我看到两个部会的一个报告的内容哦。那生技产业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蓝绿的共识了哈。那从扁政府到马政府，其实都投入了很大量的资源，那也不断的进行这个法规的松绑哦。那希望说营造一个最好的环境，让我们这生技产业能够起飞。好，那我想请教这两个部会哦，目前就广义的这个生技医药来看哦，我们现在一年的投资额有多少？那产值有多少？来，经济部的，来先。跟委员报告，我们今年大概以投资统计来讲的话，投资了大概484.93亿元，那整个营业额去看的时候是3000亿左右。好，好，这个在报告里面我有看到哦。那其实刚刚其实一直也都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医药生技这一块，其实政府一直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兆元的产业。好，那其实目前大概也有3000亿左右的一个产值，那未来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想要知道的是，哦，我们现在政府对于生技产业它整体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战略规划到底是什么？我们中期跟长期的目标，那我们的发展蓝图是什么？那请两个部会来做个说明。跟委员报告，我们对于因为生技产业有开发期程比较长、风险比较高，还有研发经费投入高的这些以及法规管制等等，所以呢，为了推动产业呢，我们在生技新药条例里头呢，特别有相关的优惠来鼓励，所以呢，我们依据立法院通过的这个生技新药发展条例呢，我们对于新药还有高风险的医材有特别的鼓励，那我们希望在各个部位之间的协调共同合作之下，那行政院也有一个统筹在生技钻石起飞方案之中呢，也开始逐一的去推这样的产业的发展，那这几年的成果确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展现，那我们希望能够把产业生技转型的过程之中呢，生技产业推动是一个主力的产业，然后让我们的产值呢能够往前去做推动，那这里面当然就包括新药的开发，或者是我们在相关的一些药品的研发上面，以及呢医材的一个推动上面，尤其可以结合我们自动通讯电子的一个产业的这种制造的能力，能够发展得更好。以上。好，那刚刚所说的产值的这个目标哦，大概有什么样的时间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产值吗？去年刚好我们推了生技生物经济方案里头啊，那大概每年我们都会推动所谓的 BTC 的一个策略规划会议，好，那所以呢，大概今年如火如荼是把去年生物经济的发展方案那逐一去做规划，那产值呢，那逐年就会有相关的一个规划，那是同仁可不可以补充一下我们我们目前3000亿嘛，哈，那到2020年，我们希望能够倍增到7000-8000亿左右，哈，那这个逐年有往上成长的一个推估，那以及呢相关的措施。好，那请问卫福部许次长，你有什么想要做一个说明吗？我想这一块的部分，站在卫福部的立场上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规的环境。是在这个环境的部分，在业者的这部分一个基础之下，他才能够将好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透过这样法规的这个环境的部分，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安全有效的这样子的新药可以上市，同时它也是符合国际的标准，因为台湾的市场毕竟是小，那未来研发出来的新药所后付出的相关的一些资本跟筹资其实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它必须要让它能够回进入到国际的市场的部分，才能够让这些产业的部分能够是那个向上提升。第二部分就是有关于我们对于这些研发的这些业者或者这些临床的这些医师的部分，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这个法规的这咨询，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提供很明确的这样子的一些研发的方向跟法规的这个要求，不要让他走冤枉路，到最后发现这个法规不允许的情况底下而产生很多错误的投资，这个也是我们在法规咨询跟支持服务的部分，能够让这个研发者能够更有
精确的资讯，而且不是只有国内的这个部分的相关的资讯，我们还收集很多国际的相关有关于这个领域的相关各个领域的这个新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部分 的相关的规范的资讯来提供给业者做参考。好，那我现在要来问了一个问题哦，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准总统蔡英文主席哦，他希望未来台湾会成为亚太的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好，那我就要问了哦，这样台湾最大的优势跟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想台湾最大的好像台湾最大的优势是在于我们整个的医疗的这个部分相关的一些品质的部分，其实在整个亚洲地区来讲算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医疗的品质，整个医疗这个体系的部分其实建构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第一个，那所以相关在这部分的相关的人才其实非常多，包括很多的一些临床的医师，都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相关的作为的部分，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基。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临床试验的环境，那这临床试验的部分其实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技的产业，其实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门槛，就是临床试验的部分。那临床试验能够建立很好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跟品质的时候，很多人要经过这样子临床试验的程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的部分，其实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而可以吸引很多的一些国外的这大药厂到台湾来投资有关于这个新药的这个开发的部分。有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就是我们的临床试验的环境有没有符合世界潮流的一个标准。是，好，那没有回答到我的是，我们遇到现在最大的挑战跟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第一是资金，因为这个比较花非常这个长的这样子非常庞大的这样的资金来投入，那也有可能到最后资金投入就是一个失败的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挑战。那当然，我们面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些人才，能够来培养，让这些所谓的创新跟着这些高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些人才的培育的部分，也是需要有更多的相关的一些投入，才能够有很扎实的这个研发的基础。来，经济部，请问一下，您认为的哈，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最大的劣势在哪？跟委员报告，因为生技新药刚刚提到它的时间长、风险高，所以呢，在研发的投入需要很多的包括人力的鼓励，以及呢，我们在资金的一个准备当中。那因此呢，这个部分新的产业就需要时间慢慢去 try， 而且呢，这个在 try 的过程之中，因为研发有不确定性跟风险性，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像譬如说最近讨论到多的，有些在药的各种的阶段，他可能都遇到一些需要再重新做调整、做准备的部分。那这个都需要大概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呢，大概给予各种的协助。好，来。我想要跟两位说，就是根据生技产业白皮书这一份报告里面的分析，它有指出来，其中一项很严重的劣势就是学术研发跟产业的需要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针对这个落差，我想要请问一下，针对这一份分析，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落差的原因？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补足这样的一个学术跟产业的一个差距？我想刚刚两位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是的，我想学术跟产业之间的落差，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这个产官学的合作跟整合的部分，才能够做这样的处理。那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研发的这个区块的部分，有非常多的这个部分的这些量能在这里。但是如何跟产业的这部分接轨的部分，当然可以透过很多技转的方式，很多所谓共同研发的这样的方式来加强。那当然是经济部这边就有很多的一些科专计划的部分，事实上也是结合所谓的这个学术的部分跟所谓的产业的这个部分来共同合作之下，能够发展出更多的一些新药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可以建立相关的一个政府的相关的法律的规范的部分，来促进产业跟学术这部分的一个合作。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啦，那其实我是希望这两个部会能够再多加研议这个问题。那因为我时间不多，我想请金管会。谢谢委员。来，副局长麻烦。哎，来，你好。其实我想最后我想要花一点时间问的就是，从基亚到昊鼎
其实我是要想问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出产值，还是说我们只是让一些人在炒股票，在玩金钱游戏？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好这些炒股票的人继续来糟蹋我们的生技产业？那我们要怎么样挽回这些投资人好这个社会大众对生技产业的信心？我想请金管会这边做个说明。是，谢谢委员哦。我想金管会的话也是配合政府这边的政策的话来协助台湾生技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上市上柜的部分的话是有所谓的生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当然它可以豁免一些条款，但是后面的监理的话我们是比一般的公司还要严格。所以比如说像这个资讯公开来讲的话，柜买中心跟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话对它的资讯公开其实是要求比较多的。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委员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个交易面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的证券市场长久以来已经有一个监视的一个制度，那所以呢其实有关公司在市场上的一些不法的情况的话，其实他们都是会 列入监视，而且我们也会跟检调单位的话我们是有密切配合的。谢谢。就是谢谢金管会的说明哦。那其实我看你们报告也写得洋洋洒洒的，然后说你们会加强管理，然后那会来抽查，然后是不是有公开资讯，然后那也会加强的查地不法。好，到底但是到底查了什么不法？好，不要每次到事情出来才要开始查，这样子不会有投资人敢再来投资这样生技产业哦。那请金管会这部分也要多加留意。是，谢谢。